特备节目。今天带给大家的料理是拔丝三明治素火腿，片状的 slack cheese， 这个是摩杰雷拉 cheese， 这个是白吐司。这个全部已经抹好这个黄油了哈，插上这个牙签。为什么要插上牙签呢？因为等下我们炸的时候它会分开嘛。好，现在就完成第一步骤的这个三文治了。